走了。哎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点钱，我昨天钱给圆圆买鞋了。别提钱，别提钱啊！不知道这年头钱不禁使啊。看你看，我一男人上班兜里半个字没有，像话吗？忍着吧你啊，像咱这种靠工资过日子的男。得得得，不给拉倒，别趁机污蔑大好形势啊！我今晚吃肉，放一碗骂娘，跟十年前比比，咱们家的生活水平明显的提高了嘛。那是，要跟旧社会比，咱这还相当于地主了呢，还是大地主，刘文彩那级别的。你也好意思比？有你这模样的刘文彩吗？还整天人五人六的，还加个皮包，说皮包都抬举你人造革的。哎呦，碰巧了呢，也能坐回小汽车，还没人擦车的挣得多呢。这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，正在着手解决。嗯，等解决完了，你也该退休了。得得得得得，给你点，省得上街买根冰棍都没钱。哎，子欣，大培他们爷路走，先去四川，说是弄辆车柑橘来看好销不好销。嗯，你要在北京给他找个仓库，到时候一准有你好处。行行，到时候我给打听着吧。嗯，哎，你好好的怎么又倒腾起柑橘来了？大培他非要做，我看又转头就入了一股，才20000块钱，玩呗。分成啊？风险分担，利益均沾呀。哦哦，柑橘啊，在那个当地的收购价才2-3毛一斤，北京的批发价能到7-8毛呢，刨去运费啊、损耗。怎么着也有一对半的力，你也来一锅。我现在不是手头紧吗？我哎呀，要不然我真来一锅。你像对半力，20000变40000，干得过。是啊，听着没有啊？对半的力，你甭动这心啊，上班的。你什么时候手头不紧了？哎，亚红，哎。这甄志新这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哎，没什么，嫂子，一点小生意。志新吧，想入股吧，他又没有钱。哎，他没钱是他的呀，我跟你大哥有钱呐。哎，我们入几股成不成啊？你想入股啊？成啊！坐这儿，坐这儿。那个，20000块钱一股，您来几股？你先给我来200块钱的，我尝尝。什么？您就尝尝，您这买黄瓜呢？20000一股，您给200，您不觉得这悬殊稍微大了点吗？不是，这就请你多费心了，这不是你得多帮忙吗？这哎，嫂子，该干嘛干嘛，别这儿献了啊！哎，我献什么了？我花钱做生意，我献什么了？我200块钱是假，2000块钱是真，我喝着去了。2000块哟，您也别喝出去，就为这2000块钱，喝。要不这么着吧，嫂子，哎，我不是入了20000吗？我让给你2000，咱们呢就来个内部调剂，就甭惊动别人了，成吗？拿钱来吧。成，我给你上银行取钱去。我打算这帮人做生意多难呢，早知道这么容易，我早就做了，还等今儿？我觉得这事儿悬，听你说我就不踏实。嗯，这2000块钱对咱可不是个小数，就这么哗啦一下子让人拿走了，那万一要是……这艳红不会坑咱们吧？不会吧？怎么能坑咱们呢？她就跟我亲妹妹差不多。嫂子，哟，说着说着，我亲妹妹就来了，嘿，哎呀，来喽，嫂子，您可别这么叫啊，我得小凡妹妹该吃醋了。哎，娘，坐坐。哎，啊，嫂子，这是我给你打的收条，你拿好了。嗨，都是自家人，还打什么收条啊？这坐这儿，坐坐，艳红坐。哎，艳红啊，啊，跟你嫂子做生意呢是吧？哎，好好好。你那朋友走了吗？您说大培呀？啊。不知道他明儿几点的飞机，你干嘛呀？我想跟他见个面，好歹也算合伙人之一了吧？哎，是吧？我也得关照他几句啊。
这2000块也不是个小数。哎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那我倒无所谓，你嫂子可就没法活了。我还心重呢，他。哎呀，人家大培老飞四川，轻车熟路的，还用关照吗？再说了，你们那股份在我那20000里头呢，是赔是赚，到时候咱们单算，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拿了我们钱，他还不知道。没事儿，我是说，赚不赚钱无所谓，只要能把本儿收回来就行了。哎，建红啊，我们可是信得过你。那你能保证不赔本吗？哟哟呵，这我可不敢保证。水果这东西它一天三变，你们要是不放心，现在撤股也来得及。要不你们就甭做了，那2000块钱我还没动呢，我现在就给你们送过来。哎，弄好了可是对半的利，2000变4。哎，艳红啊，艳红，嗯，反正。那这钱闲着也是闲着，嗯，那艳红妹妹要用呢，就拿着用去吧，拿着用去。不太呀，大哥，这不是我跟您借钱，不是，这是咱们一块做生意。对对对，是一块做生意。反正我们知道艳红妹妹一定不会坑我们，那是不会。我跟你嫂子是老实巴交的，哎，这点钱也是我们笨命笨来的。那是，他谁要是忍心他坑我们，他也下不去手，不是？绝对下不去。不是大哥，您这话，您要这么说，我可得把话说透了。这里边没有谁坑谁的，到时候最后都有发票有单据，是谁是赔呢是赚，咱一算就能知道。不用算，不用算，反正我们知道怎么算，艳红妹妹也不会让我们吃亏，是吧？对，不会，这我们心里清楚着。这不是大哥，您不能这么说。艳红，你家有事忙你的，见你我们就该吃饭了。我们不是，万一要是赔了，我可把话说头了。没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放心，放心，赔不了，绝赔不了。我知道你绝赔不了，你就不在这吃了吧，你。艳红啊，你。哎呀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说这么半天，烦不烦呢？艳红不会坑你们的，这我可以担保。就你们那2000块钱，还好意思问问呢？还不够给人塞牙缝儿的呢！我跟你说，也就是看我的面子，要不然艳红根本不接你们这钱。这就行啊！他只要不坑我们，赚不赚钱的，能把本儿收回来就行啊！哎，大哥，那可不一定。这个水果这种鲜货呀，风险比较大，成千上万吨往露天货场那么一放，赶上个刮风下雨，一烂就是一大半。车皮再晚2天，路上再耽搁2天，运到北京就不定什么样了。就算是你到了北京，哪儿那么好就批发出去了，搁一天就是烂几千斤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反正你们俩这胆儿是不小，要我是绝对不做这种生意。不过你们也别太担心了啊，万一赔了，就算是花钱买个教训。要不这么着，你们那股算我的，要是赔了2000块钱，我一分不少给你们，怎么样？那感情好了，那要赚了呢？他赔了赚了都是我的呀，我顶多把本儿还给你们，再给你点利息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咱来个内部调剂，咱各分担一半，怎么样？行吧，不就是2000块钱吗？嗯，有我1000。成，钱。他我现在不是没钱吗？这么着，你们先垫上，等咱们赚了钱，我再还给你们。那他要赔了呢？我上哪儿管你要那1000块钱去？哎呀，那就算我借你们的，行不行啊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我又跑不了，你说。行了行了，和平，你让志勤该干嘛干嘛去吧。你让他拿1000块钱，你现在翻翻他那兜，要能找出1块钱来，都算我小瞧他。今儿上午连烟都断了，愣从小张那骗出1块2买盒凤凰的，现在小张跟老爷子那还对不上账呢。哎呀，你提这事儿干嘛呀？我现在不是有点走背字儿吗？你什么时候不走背字儿来了？大哥，这落潮总有涨潮时，蛟龙总有上天时。哎，到那时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。嗯嗯，当然你们也不信这个，说了。
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给你们找个人，你们内部调剂一下怎么样？找谁我都想好了。谁呀？咱爸。爸，您喝茶。哎呦，您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真好啊。可我得批评您，您得注意休息。这个啊，一天不看报等于睡大觉嘛啊。爸，那报上关于商品经济实行股份制有什么新消息啊？您回头抽空给我辅导辅导啊。像我这种水平比较低、文化又不太高的同志，有时候还真跟不上形势，转不过弯来。可以可以。哎，不懂就问嘛。哎，这一点你比他们别人都强。爸，关于这股份制吧，我有点看法，我提出来跟您探讨探讨啊。我体会吧，就这股份制啊，就是把群众手里边这些个游资集中在一块堆儿，投入到国家建设，您说是吗？是吧？我看是这个意思。我虽然不是干部，不是党员啊，可我想起个带头作用。今年呐，四川的柑橘又喜获丰收，可是产品压在产地运不出来，哎呦，可把当地政府给难坏了。现在决定呢，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堆上。艳红有个朋友啊，正在集资办这件事儿。我跟志博呢，从银行里取出了一部分存款，买了一部分这个股份啊，赔不赔的，赚不赚的，我们都不在乎，主要是支援国家，帮助农民兄弟。这很好嘛。哎，你们能有这个觉悟，那进步很快啊。哎呀，也是咱革命大家庭对我的教育。本来呢，我跟志国说呀，想问问您愿意不愿意买点儿，可是志国说您年纪大了，跟不上新形势了，有的时候冷不丁下来一新精神，您还真跟不上。哎，有时候要允许您有一段长时间的过程，相信您早晚会转变的。胡说八道嘛！啊，我怎么会跟不上形势呢？这简直是诬陷嘛！这是。当时我对他这种态度观点我就不同意，那不同意，不同意。我当时就说他，我严厉的指出，我说爸什么时候走在后头了啊？打抗日战争就走在前头，多少年了？哦，到股份制这一关爸就过不去了，照样走前头。200块钱一股，您买多少股？你们都买多少股啊？我买10股。不过呢，嗨，赔了赚了无所谓了，您就别买那么多了，现在抢得忒厉害，顶多吧也就能给您买个5-6股吧，这还是内部调剂，咱总得给群众留点。当然当然。哎，什么时候啊都不能搞特殊嘛。哎，这个利息是不是比银行的高一点啊？我存的呢可都是定期的。哎，其实啊，放在银行里面照样是支援国家建设。弄好了是对半利。啊？弄不好就没了。就看您风险意识如何了。要不再和这个志新、小凡他们商量商量。民主集中嘛。等小凡这个星期回来，我们全家开个会啊。哎，还有圆圆、小张的意见也不能忽视啊。完后再找这个老郑、小鱼
他们几位老同志来征求一些看法啊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进行可行性的论证。爸啊，这个以此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吧。哎，当然了，最后的决心还得我来下。爸，等到您折腾那么半天，黄瓜菜都凉了，看来您是真跟不上形势了。您，哼，还是志国说的对，我白替您辩护半天了。我怎么可以这样说嘛？啊，好吧，为了表明我的立场，嗯，我喝出去了认购一股。哎，成，我给您弄个条去。啊，你又是勤工俭学啊，又是帮助人家编书，财路不少吧？完全有能力拿出那么一点来啊，在这个商品经济大潮里边缺游泳嘛。这对你将来是也很有好处的。行了行了，爸，多少钱一股？您说话。20块钱一股。我入了10股，你入多少？可不能买的多呀，那现在还是很抢手的嘞。我们这是内部调剂啊，总还有给群众多留一些嘛。那也行，我呢也就甭太特殊了。我来一股，20块钱，您数好。好的好的，我给你打一个条子。小张啊，你应该有现代意识，挣了钱老存着，怎么也是个死的，资金一定要流动。你看，这回呀，我跟爷爷合伙做了一笔生意，弄好了呢，能赚大钱。小范姐，这样的好事儿你总忘了教我，现在也不晚呢。我给你来个内部调剂，2块钱一股，我来了10股，你要多少？那我也跟你入一股，给2块，这就对了吗？我给你打一条去啊，有可能赔，也有可能赚。2毛1股，我买了10股，你买多少？咱们内部调剂。行，那我也入一股吧，给你2毛啊，你可别赖着不还我啊！我给你打个条，咱们都是生意人，空口无凭。交2毛钱我也成生意人了，真便宜。是2分钱一股，我呢入了10股，你入多少？我给你内部调剂一下。嗨，真见了鬼了！我说，给你2分，别跟我这说了。我这没零钱，5分当2分啊。我给你打个条，咱们生意人啊都讲信誉。对，别累着您啊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这儿一封群众来信，批评今年的水果市场供应量不足，特别提到了品种单一问题，除了苹果就是梨呀、啊。这下咱们的柑橘有戏了。哎呦，咱那2000！哎呀，我那200呀！哎呦，我那20！我那2块，我那2毛。二叔，你那2分也赔不了了。不是，你说这来个人一瞅，这一家子都什么毛病？四川的南部、贵州的北部和湖南的北部下了大暴雨。完了！要这么连着下雨，多好的柑橘也得烂光了。哎呦，我那2000！我那200呀！哎呦，我那20！我那2块！我那2毛！二叔，你把2分也吹了。我找艳红算账去，这好好的一家子算是毁他手里了。什么事儿啊，志新，你说吧。还是你说吧，艳红。
这事儿我还真不好意思说。行了，甭说了，我早瞅出来了，俩人耍单耍烦了，想往一块凑凑，是不是？您说什么呢，嫂子？咱那笔生意赔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艳红，我知道你爱开玩笑。赔了多少啊？大培刚从四川飞回来，他说赔了一半，我明儿就跟他结账去。这怎么就赔了呢？他怎么赔了？他怎么不赔啊？他现在这车皮归国家统一调配，你那橘子是收上来了，没车皮不是瞎掰吗？这就算你走运，得亏在当地销价处理了，要不然全得砸手里。哎呦，艳红啊，艳红啊，这2000块钱就这样就变成1000了 啊！这1000块钱顶我大半年的工资呢，我就一点响都没听着，它就没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嫂子，咱就算花钱买个教训吧。我买不起呀、这教训也忒贵了呢。嫂子，这您可得感谢志新了。昨晚上他跟我吵了一架，说甭管是赔是赚，这生意不能做了，别把你们一家子都弄出精神病来。我在气头上就应了他了。这不，这就算从昨天开始，你们就撤了股，是赔是赚，碍不着你们的事儿。这是2000块钱，您数好了吧？哎呦，大仁大义呀、艳红妹妹。哎呦，那你得赔了10000多块钱的吧？咱怎么也得跟人家共担风险呢。这要不然这100块钱你拿着。哎，您别闹这事儿，你把这100啊给咱爸爸，你就说是赚的，哄老头高兴高兴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嫂子，我这笔赔了，还有2笔赚的，里外里啊就拉平了。再说我们做生意的都有这种心理承受能力。哎，嫂子，你们以后要是有钱，还是直接存银行里吧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这股份制就是好啊！这刚刚几天啊，200变300，而且还能在这个商品大潮中选游泳嘛！小凡，这30给你，好好体会体会这个股份制的好处啊！哎，好嘞，小张啊，那我也给你，哎呀，3块钱，好好体会体会。哎，圆圆，给你3毛，你也体会体会。二叔，我给3分。走，给你1毛，甭找了，你可得加深体会啊！我甭体会，要说这里边体会最深的，就是你爸你妈了。